好清楚自己嘅性格，唔中意死记硬背咁读书。不过我中意画画，中意观察唔同嘅事物，无论系展览定系日常生活嘅片段，我都可以从中吸取设计灵感。中学毕业之后，我嚟到 HKDI 读时装设计，呢度有好多同学同我一样，对时装设计都好有热情。大家都有同一个理念，就是一做就要做到最好，亦都朝住毕业展共同努力。我在单车文化极强的丹麦交流了半年，其中在当地学习做 XYZ Cargo Bike， 体会了 Open Source Design 那种用分享去 empower 人的力量。回香港之后，我和两位前辈成立逐物行者，主要利用废物做流动装置进入社区。由于想更加了解废物，我和朋友参加了一个名为 Precious Plastic 的 Open Source Project， 研究将塑胶升级再造的流程和如何制造机器。这些经验令我赢得了青年设计才俊特别奖。为了进一步体会设计和社会的关系，我打算利用25万的奖学金去西班牙，向一位 Open Source Architect 学习。在中学的时候，对于电影我都有一份憧憬的，所以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位电影的导演。HKDI 的老师真的很专业，除了教识我们电影和电视上面的专业知识，也都教了我们一些新兴的技术。读书的时候，我参加了一个由学校和业界合作的360影片 project， 也都第一次尝试做导演，可以想想怎样发挥到360影片的可塑性，令到故事和人物在一个360度无死角画面上面发生，将大家引入到去我的虚拟世界。这次的360影片很成功，获得业界不少的赞赏，也都赢了多个的国际大奖。毕业后立刻有一间电影后期制作公司请了我，给机会我继续做创作。